江西的吴女士与周先生各自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有过相似经历的两个人在相识后迅速坠入爱河，现在他们刚刚结婚两年多，有一个一岁大的儿子。都说新婚燕尔，更何况是两个人还有了爱情的结晶，本该是最为甜蜜和幸福的时候，可吴女士和周先生却闹起了离婚。想离婚多久？有一年多。我觉得任何事情不管他现在说对或者错，我觉得我都不能接受，因为我对他已经很反感了。反感周先生的不仅仅是吴女士，还有他的家人。我妈跟他相处得特别好，反正我家里基本上他们只要跟他接触的都说离了算了。周先生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吴女士的家人也如此不看好他们的婚姻？对于吴女士提出的离婚诉求，周先生又是如何看待的呢？第一，我是不理解；第二，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我在这个婚姻当中，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60-70分这个样子感觉。周先生认为他与妻子之间根本没有到离婚这一步。至于妻子为什么强烈要求离婚，他认为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说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有点公主病，有点作。作是时下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它是指不安于平凡平淡的生活，渴望别人的关怀而无理取闹，难以伺候的一种表现。那么吴女士真的是个作女吗？她又是怎么作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金牌调解，一探究竟。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欢迎胡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吴女士，还有一位是周先生，欢迎二位。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我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调解能够达成协议离婚。那周先生的诉求呢？希望这次调解呢能够让他的内心对我家人及我一些怨恨能够放下来。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女方吴女士，你要离婚是因为什么？我对她的意见就是当时我生孩子的时候，就是在婚前承诺的那些无微不至的关怀基本上没有做到。就比如说我生完孩子我想吃一个面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去帮我买一下吧，他也不理我，然后也很开心，然后就跑出去。我认为他应该是了解我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然后他拿回来之后我就很不开心，我说你就非要买这种包装的，我说都不新鲜。然后他很不开心的就东西一甩，他就说我不是给你买了吗？我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是像婚前说的样的，他会对我包容，对我容忍，然后对我关心。这个事情我要解释一下，蛋糕事情是这么个情况的。我不知道他是喜欢吃咸的还是喜欢吃甜的，然后我第一次可能是买了他不喜欢吃的类型，啊不行没问题我再去买。第二次呢买了他乐中意的，又是说这个蛋糕呢又不新鲜，他的要求以及他的一些心态可能有点问题。说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有点公主病，有点作。买错蛋糕这样的小事，吴女士也要动气，甚至拿来作为离婚的理由之一，这实在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对此，吴女士是这么解释的：如果平常没有前提的情况下，可能任何人这么做都会认为是很作嘛。但是就是在我心里，我对她的积怨是很深的，心里憋得也一肚子气。本身我性格确实是很急，脾气也不好，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可能小事也会放大来。吴女士的怨气从何而来呢？她告诉我们，当初她怀孕期间，周先生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时候她的婆婆也就是周先生的母亲主动给她许下了一个承诺。当时我生怀孩子的时候，她妈妈是这样说的，她说这个你放心，她说到时候孩子我们会帮你带到读书。后来是没来是吗？没有，连我生孩子她都没来。大家都知道新生儿出生家里总是比较忙乱的，而婆婆突然违背承诺不来帮忙带孙子，忙得焦头烂额的吴女士自然会心生怨气。可周先生说，母亲之所以不来也是无奈之举。关于我母亲带孩子的事，这个事情这个要提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呢我外甥呢他本来是高考完了要去出国留学的时候呢，就出关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了他什么有肺炎，叫做肺炎，正好是在他怀孕包括生孩子的这段时间都已经就潜伏期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母亲是这么说的，她的影响到小孩，
被以为过来。周先生说，他的母亲和外甥经常同桌吃饭，朝夕相处。外甥染病，母亲担心自己也被传染，所以一直在医院检查，而没来照顾自己的妻子。因为家里的这个孩子出了这个身体的状况问题，所以你母亲没有办法兑现那个承诺了。是的。好，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事情呢，他完全不相信，而且有些是语言上面来讲，对老人也不敬。他就好像是说呢，我母亲好像装病装死装痛。完了之后呢，他为了这个事情呢，一天可以打十几个电话。他说：“你先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放掉，你先去跟你妈说沟通，一定要过来去照顾她。”就在你看来，在这个时候其实没必要采取这种做法，或者说这个做法太自我了，是吗？是的。就他说的这件事吧，第一个，他说他母亲这个事情，在我怀孕期，就是他说他那个外孙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还去他家里吃过饭。如果真正的怕感染，那吃饭我都去了，难道不会吗？那个时候接近快生了。他说的我一天打十几个电话的，第一个我怀了孕，我也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得到关怀，所以我也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反正只要我一打电话，他就是这样的。我在上班呢，我好忙呢，所以我听到很不爽，然后要不就是把我电话一挂，一撂我就不爽，我又拨连着拨，我就会这么干。你会觉得在那一段时间他对你的关心是缺乏的？对，很缺乏。然后所以你才会去采取一些在他看来是很作甚至是很无力的方式去索求更多的这种关心。对。吴女士认为自己之所以在每件事情上都较真儿，都是因为丈夫根本没有做到像婚前承诺过的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而周先生则认为妻子就是太自我太作。接下来他要讲述的这件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周先生说，结婚以后他工资一大半都是上交给妻子的，直到一个月前他生病请假，请了几天假，由此产生的就是工资少，我交给他的钱也少，少交了1000块钱，他就对我很大意见，然后呢就由此他产生了第一次去起诉离婚。会不会周先生也觉得跟他在一起过日子的温度是不够的？是的。因为少交了一点工资，妻子就要起诉离婚，这实在是让我们难以置信。吴女士真的如周先生所描述的这么无情吗？他说一直以来他的工资是这样上交给你的，这个没有这样交，他哪交了那么多钱？每次他拿了钱给我干嘛东西，然后要不我这个没钱借100-200，那个搞一下100-200，然后不借给他，他一句话马上就说他，哎，我钱全部交给你了，你不给一点钱给我？你问他叫我这里拿了多少钱给他？你说经济的问题，按道理正常情况下，你男人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是男人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他以前还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的，他说你也有工作，为什么一定要我养呢？我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找老公干嘛？我找你这么大年龄干嘛？我就这么说的，我是心里很不平衡的。这个事情说实话，就那个月呢，大概我身上只有300-400块钱这样零花钱，到了后面我真的根本就无法支持下去，到他身上去想借100块钱借不到，这让我心里说实话真的很难受。其实在这个之前，就是我们两个相处的不这么差的时候，你问他自己摸摸良心讲，我跟他计较过吗？我从来没有计较过。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他造成了他给我的不信任感。比如说你这么大年龄，你时常在上网，你上网他说不要钱，我说可能吗？你玩传奇不要钱，我说你把我当小孩吗？虽然说我不玩。他有一次就是洗裤子的时候，然后他自己把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我就看到上面有一张那个游戏充值卡，将来我当时我就发飙，我说你还说你不玩游戏啊？我说那这个游戏卡哪里来的呢？充值卡哪里来的？他说这个都很多年了，上面的日期都有，这个明摆的都是刚刚买的。因为我觉得他太不成熟了，40多岁的人沉迷于游戏里面，难道他会很有责任心？然后还会我会让我能理解为就是他没有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那种安定的生活。对。从吴女士的这段话中，我们听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周先生本身经济条件不佳，难以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吴女士心有不满；二是在此情况下，周先生还投钱在网络游戏上，这让吴女士更加觉得丈夫没有责任感。也正是因为周先生的经济条件不佳，没有能力买房，所以小两口结婚之后一直与吴女士的父母同住。
周先生住在丈母娘家，本来心里就觉得低人一等，而丈母娘对他更是一直都有很大的意见，这一点吴女士也是知道的。我妈是一直都不接受。所以你妈一开始对她是不满意的是吗？对，就是说她这么大年龄条件太差。吴女士的母亲本身就对女婿不满，加上常常见到女儿女婿吵架，她一怒之下做了一件事。对我妈来说做的最差的一次就是把她撵出去。丈母娘将女婿扫地出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吴女士说，事情还得从那天她与丈夫发生口角，丈夫负气出走开始说起。我就打了电话给他，我说今天晚上你早点回了。好好好，他答应我，然后又好晚回的，然后又更晚敲门，然后我妈还做得很冲动，然后就报110，然后把他撵出去。这个确实我妈做得好过分的。那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原因造成了你们能够把这种事情叫到派出所来，把我关到门外。你不明白丈母娘的意见从哪里来是吗？我最多只能理解呢，我的条件不满足他母亲的要求，他母亲希望他能够是个凤凰，能够嫁得更好。当然可能有一部分什么呢，他认为我对他女儿不够关心，是什么情况？这一点我们让你来说说，为什么？就比如说最好举的一次例吧，就我当时怀孕在我们家过年，就是因为我怀了孕，本身我性格又不好，然后怀了孕的话可能脾气确实是更急，然后晚上有的时候我想找他聊天他不理我，我就跟他吵架，然后吵完了之后呢，天天晚上都是2-3点钟跑出去。像你说他天天晚上这样出去，在我妈心里本身他就不喜欢你，他会对你有多好的态度呢？他觉得你多好？就有些时候呢，我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有时候呢，比如说我在睡得，哎，不知觉的那一脚一踢过来，我一惊醒，我是干什么？他把我弄醒之后，我就睡不着。有时候甚至4-5点钟的时候会起来，因为他们那边有个菜场，我就到那边去走走。然后在他家里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呢，他母亲可能会确实也心疼他女儿，也他母亲也不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说你们不要过来，离婚怎么怎么样。我丈母娘对我是一肚子的意见，他就巴不得我尽快跟他离婚。他刚才表达了一点，就是在他母亲本身就不认可你的状态下，你更应该注意你的言行，来获得丈母娘逐渐的接受和认可。除了这个，你对我这个条件不满意的情况下，有哪些做法是激怒了丈母娘还是产生矛盾？比如说他刚才讲的一点，他说婚前他有跟你说他的性格不好，脾气不好，然后你婚前的态度是我都可以包容理解，就是他的脾气不好有没有超出你的预估？完全超出。那简单来说，就是在婚前你以为你自己可以包容得了他，对，可是婚后发现真的很难，而且沟通也存在很难的情况下，所以你采取更多的是那就回避。逃避，对你没错。说起来，周先生与吴女士也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可为什么屡屡闹得如此激烈，甚至波及到了家人？我们试图联系吴女士的父母，吴女士的母亲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参与调解，但她的父亲今天来到了调解现场，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说法，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周先生这个女婿的。对我这个女婿啊，开始我就跟他解释了，我这个女儿脾气不太好，他就讲我能忍耐。结果通过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到这个想法就兑现，他就没忍耐。我吵架我也讲了他。他刚才讲了一点，他说就是你女儿的这个脾气，说白了就是太大了，就不是忍耐能够完成的事情。你怎么看？你女儿脾气比较急躁，我感觉。他讲话还是讲道理，我女儿我背后也批评过他。你觉得你女婿不要去吵，做的最不好的是哪些方面会让你或者说你老伴儿会那么不接受他？我老伴这个讲话也是比较急躁，为什么会对他是这样的态度呢？他在家里睡觉，我看他也是没有正当性，小鬼哭他也理也不理，他在我们家睡沙发，我们就是一室一厅，也确实难睡。那他没有担当，怎么回事？刚才这个经济方面，你有没有钱？房也没买，就是怎么没搞这办？你们看到就是刚才这个关我女儿上，女儿跟她的生活是很没有保障的，是吗？对，这是让你们最担心的。父母心疼儿女是人之常情，
而周先生和吴女士与父母挤在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两个人之间有点摩擦，父母就看得一清二楚，长此以往，矛盾只增不减。如今夫妻俩的矛盾不仅闹得吴女士父母不得安宁，就连周先生远在老家的母亲也知道了。有时候呢，比如说我跟他产生了矛盾误会，他会主动打电话给我母亲，是告状的意思。对的，甚至呢在电话里有时候呢语言有点不接。主持人张婷决定连线周先生的母亲，也听一听他对小两口的看法。喂，你好，哪位？阿姨你好，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您现在有时间吗？有时间，在家里。好的，几分钟时间跟您聊聊啊。他们说就当初生孩子的时候本来说您是要过来的，后来没来，是为什么呀？是因为那个生小孩的时候是这样子，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正好的我也生病，就回到老家了，出院了呢我就回去了，赶快去看他。当时的是这样子，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坐下来我就跟他聊聊天的话，那个亲家母就说，哎，你老家有房子，我就是我要自有套房子，那你就把那房子卖掉哦。我说干嘛要卖掉？我说不会卖的了，我们家不会卖房，只有买不会卖的哈。他卖掉的钱呢，给你那个孙子了。哎呀，我当时听到那个事，我就心里有点不舒服。说实话，我说孙子，又不是你这么一个孙子，我还几个呢，是吧？我就气得，我就准备吧，我就马上出来，我就回去家里。那阿姨，我问一下你啊，你对儿媳妇有什么看法吗？我说儿媳妇没什么看法，我也不存在什么不喜欢。稍微等一会儿啊，您儿媳妇要跟您说说话。好的。妈，我跟你解释一下，因为这样的，我现在其实主要要跟他离婚哈，也不是完全是因为你没有带人。我说主要是第一个你对我关心不够，还有很多嗜好也不好。我不知道他可以经常在外面玩物丧志，就是去打游戏，可以打几个通宵。然后后面第二次我对你有意见的，其实也就是说在我妈这个世代讲，其实我是听到的，我妈只是提了一句，她只是当时只是说嘛，她说哎，她说亲家，她说你这个你旺仔现在有房子哈，你说是啊，你说你那边没人住哈，哎，你不干脆你反正一个人也没什么，你不买了，你到这边跟你媳妇他们跟你儿子买到房子，你儿子也没房子，买了房子住到一起。我记得我妈是这么说的，然后你当时就发火。我跟你说的，小琴呢，哎，这个事情都是你俩在场是吧？对，怎么所以当时我觉得你就很气的。怎么说你很清楚？对啊，所以当时你就很气的，然后就跳起来。我都是一团火气，大家都和睦相处在一起，我是打不得你们好。因为什么呢？我看到你们的家庭，你要需要刘云军这么一个男孩子，你们爸妈也就是你这个宝贝女儿。是不是我家里虽然有几个儿子，我可以把刘云军给你们爸妈做儿子，我是放心的。就是刘云军并不坏，人不坏，就是手上少两个钱。有时候为什么去上网打游戏呢？是因为他的心情不好，他你们家庭感觉很自闭，他逃避这个时间。我是希望你们就是这么一句话，希望你们婚姻走到头。好，谢谢你啊，阿姨，谢谢。好。听得出来，周先生的母亲不希望儿子离婚，但他似乎也不愿意过多的掺和儿子儿媳之间的矛盾。周先生目前的状态可以说是孤立无援。难道他和吴女士真的要就此离婚吗？主持人张婷决定再替周先生看一看吴女士的内心。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一直在说觉得婚后好像他跟婚前不一样了，你能不能告诉大家，结婚前他的什么样的举动会让你觉得这个男人除了没钱是可以依靠的男人？在婚前他不但对我好，他对我女儿也很细致。那个时候我们在谈恋爱，我女儿因为她想滑冰嘛，然后那天下大雨，因为滑冰肯定要找场内了，我说到哪里去找呢？然后她不顾风雨，我们满街啊，打着车满街去找这个滑冰场，满足了我女儿。所以我觉得她能够对我女儿好，都能够这么细致，毕竟不是她亲生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做得很好的。但是之后婚后，你就是你做的，让我能不能感受到你是我的老公，是我的丈夫，是我可以依靠的。所以现在最后再确认一下，你现在的诉求还是希望离婚吗？我希望是和平离婚。你觉得周先生为什么还想坚持呢？也许他是说的是为小孩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再分手也分不了，你是他爸，我是他妈。我说句这样的话，我们俩分了没问题，
那么你再组建家庭之后呢，是不是其他人也能够对这个小孩负责这种真心的东西？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是十三岁去，我父亲去世了，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基本上是我自己一些历程这样走过来，有失败的地方。其实我当时很多时候呢，是希望有一个有能够引导我走一些正确的路。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在以后这种历程当中会发生这种事情。小猪，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每次把他送回去的时候，他都是恋恋不舍的，有时候会问妈妈，我们是不是晚点走啊？我真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什么感觉。这个问题我来试着回答一下怎么样。就是他现在提出离婚，并不是说要解决婚姻的问题，所以如果继续在婚姻的角度来探讨，你离婚之后你未来的婚姻怎么办，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答案的。那这样的话呢，周先生的问题其实就是你为什么要离婚，你不考虑这些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吗？那我想我的回答就是，站在吴女士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不要说对婚姻没有感觉了，我对生活都没有感觉。所以正是因为我对生活都没感觉了，我一起打包，连婚姻我也不要。你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周先生身上有一种活力感染了你。你想另外一个男生找到你说他有房子有固定的收入，你会嫁吗？你也不一定，对吧？他身上是有一种活力，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活力到哪去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我就要去问周先生啊。第二个，这个活力可以在恋爱过程当中来激励人，那么在婚姻当中他还能激励人吗？你们先想一下，但是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一个年轻人，他因为比较会唱歌，所以他被一个单位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看中，所以呢就把他招聘进了他们家这个公司。他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他会发现光靠唱歌在这里面其实是很难立足的。那时间久了之后，他就会发现双重的压力，第一，老板不喜欢自己，而且一直不喜欢，第二，自己依然只是会唱歌，而这个公司天天是在忙别的业务，所以这种唱歌在公司里面失去了意义，所以他越来越发现压力很大。于是呢他经常翘班去打游戏，久了之后呢，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不开心了，觉得当初我看走眼，原来你是一个有不良嗜好的人，所以我要把你开除。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会觉得很委屈，当时你让我进来的，假设你们是同情这个年轻人的，你们会说什么？我们可以简单的怪任何一个人吗？你们回头去思考一下，对吧？吴女士，你再看一下，就是他跟你母亲的这么一种隔阂，就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基本上不是本质的矛盾，更多的你会看到是你母亲从一开始是对他是不认可的，到后面看到他的行为不对，你母亲其实是主动的对他进行这么一些惩罚。不是说你身边这个人到你们家之后特别的横，其实他试图去适应你们家，包括住到你们家，包括这个后面被报警等等，你都会看到这个男人其实有一种这个委曲求全。那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内心是比较的臣服于你们家，这个相当一部分应该是来自于对你的感情。胡老师认为，吴女士在婚前对周先生抱有很高的期望，以至于婚后周先生任何一点小问题都会被放大，无为即是小错，小错即是大错。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能否继续走下去，又如何走下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观察员老师们的建议。
我个人并不赞成你们两个以这么草率的方式来结束这段婚姻，因为你们对彼此都有感情。虽然说女方，我们看到吴女士似乎表现得很决绝，可是吴女士，我觉得您的决绝是您的性格使然。您在现场不止一次，我起码听到了四五次，您会跟大家说，跟老师说，说我的脾气不太好，我也知道我很急。您是非常了解您自己的毛病和缺点在哪，可是我就是到了关键时候我控制不住。可是您看您连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做不到，那您这种认知，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知错后面还要再加两个字，能改才叫善莫大焉。最后说一句，也对今天没有到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我们女方吴女士的妈妈说一句，孩子的路让孩子自己去走，而作为一个老人，面对一个已经成年了的孩子，可能放手才是最大的爱。比方说小夫妻的一些矛盾，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还能够收，您拨打了110，这个事儿就很难再圆回来了。所以老人也要懂得适可而止，哪怕是对儿女再爱再不舍。你们双方的父母都对你们有一点比较明确的评价，女方的父亲说女方你的脾气有点躁啊，男方的母亲说我儿子什么都好，他就是没钱。这两句话其实是很能说明问题，就是男方可能就是经济上的担当方面，这个能力方面可能是弱了一点，女方呢脾气躁，光这一个缺点就会引发出很多的问题，会导致你经营婚姻的能力会出现很大的漏洞和缺陷。就你碰到对方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你会跳起来狠狠地撕下他的欺骗的面具，把真相赤裸裸地露出来，越是这样你们的婚姻越糟糕。比如说你说他发现有一张游戏卡，那说明呢他是花了钱去打游戏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一个人撒谎，首先他是因为有恐惧感，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女人可能不一定会直接去揭露他，而是一种委婉的方式去表达你对他的期望。你可以说，老公，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最有担当的男人，是最会把所有的钱都用在刀刃上的好男人。如果是这么表达的话，那他心里面就会有对你有歉疚之情，而不会对你有逆反之心或者撒谎的行为。所以当你发现对方问题的时候，看你是怎么去处理，处理方式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后果。你们从现场呈现的状态来看，你们二位都把自己最坏的那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也最受生活当中最坏的那一面的影响。你们之所以第二段婚姻也会出问题，就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虽然在婚姻当中我们要包容对方的缺点，但是一段婚姻能够完整的比较幸福的把它给维持下去，全靠我们在婚姻当中做最好的自己。吴女士今天在这个现场表现出来的特点，我们很容易会想到一个词，就是傲娇。周先生他是一个有心结的人，就是他最后所表述的，在他的人生的很多的阶段，其实他很需要一个人能够来帮助他或者是指引他，但是他没有碰到，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周先生他的一个心结会表现为他的不得志。那么他这么一个有心结的人和你这样一个经济比较有优势的人结合之后，其实他有一方面人格特点或者心理特点表现得会非常的突出，那就是他的傲骨。你的傲娇加上他的傲骨才是你们两个人愿意用硬对硬去碰撞的一个原因。那么同时你在这个现场诉求当中说，我之所以跟他离婚是因为他婚前答应我的对我的包容容忍和关心他都没有做到。
那么你明明知道自己的脾气急躁，但是你却要求对方容忍和包容，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对自己纵容。那么谈恋爱的时候，即便周先生说好，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在婚姻当中会表现自己人格当中弱势的那一面？是因为你们忘记了向身边最好的那个人去学习。显然我们小吴是受母亲的影响更多，而没有受父亲的影响更多一些。周先生，您可能到了现在，您还没有真正的让自己从经历当中来强大起来，没有让自己成熟起来。我希望你心中能有真正的傲骨，而不是自己在那儿假装有多强大。我希望你为你身边的这个女人，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孩子，真正拼尽你的柔情傲骨。老师们大多建议吴女士要改脾气，而周先生要多担当少逃避。他们的建议能让吴女士改变离婚的想法吗？调解团队决定让廖阿姨带吴女士到密室里单独聊聊。一进密室，廖阿姨闭口不谈吴女士和周先生在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她只对吴女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她谈一谈丈夫的优点。现在我想你能告诉她的优点好吗？廖阿姨也想听一听。我觉得她就是对我母亲这一块来说，像我妈能够做得这么过分，她能够包容，我觉得这个就是难得不错的是吧？哎，对，好，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她对你的女儿好吗？啊，对，这个也是。是吧？这就是个主要优点，我很想你说出来。她对我女儿确实好。廖阿姨是希望借助这个问题，让吴女士主动发掘周先生身上的优点，回忆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细数了周先生的优点，吴女士还主动提出了自己身上的缺点。我现在如果真正的要为了这孩子，为了真正的家，为了让我们走上正路，为了这家庭，我觉得肯定我的性格是最严重的要改。第二个可能也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吧，不能太疯了。对，别那么焦虑。还有吗？对他，如果你很渴望他体贴你、关心你，你会怎么做？反转来。只要他愿意。其实我以前试过，我跟他沟通。看来此时的吴女士已经渐渐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密室外，我们的李金平老师也在告诉周先生与妻子相处中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基本上他提的一些要求会努力去做，做不到的情况下我没办法，就是做不到的时候就退了。对，首先他的要求你努力去做，那个就看怎么去理解了。他的要求你比如说，哎呀，这个女人耍耍小性子呀，这个可以，又浪漫又好玩的事儿，那就可以。但是他的很多要求也许有些是你根本就不想去做的，那你当然就不太容易做得到，对吧？那你做不到的时候，哎，他就抓住一个画饼，就是你看你答应了的事情，但是你又没做，其实这就制造了很多问题出来。两位老师分别和吴女士以及周先生交流之后，廖阿姨将周先生请入了密室，她要给吴女士和周先生因争吵而冰冷的心添一把火。来，拉住老婆的手，靠近她一点呢、啊、对，你也靠近她一点呢、啊、廖阿姨的这个办法一下子拉近了吴女士和周先生的距离，他们开始向彼此袒露心声，表达歉意。我通过这个吧，我会就是脾气不会那么急躁，比如说你说的什么追电话，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有段时间呢，那个你跟爸开着车带着儿子去工作，那个时间我确实是很内疚，非常感谢。廖阿姨发现吴女士的父亲正在密室外注视着女儿女婿。来，牵着老婆的手走到岳父身边说几句话，哎，带着老婆去跟岳父说爸爸都快哭了。周先生主动上前抱住了岳父。其实我爸一直是我的宝，我的脾气也不好，有点我也不对他。没事，没事，没事的哈。人都有对对。说声谢谢爸爸，说声谢谢爸爸，孩子握握手。哎，这是爷们。谢谢呢，那段时间，包括现在，你对我们这个家，对我们小孩，这样的一个父亲，确实非常感谢。他从小就没有爸爸，他没有榜样的力量，晓得不？所以今天他一直在流泪。哎呦喂，好吧，谢谢。你今天表弟他也能做到就行了，其他我不没这么要求。你们再不要吵架。好，你也嘱咐你女儿一句，是要一定要改。父亲和丈夫应该是吴女士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他们的眼泪代表着这一刻他们对彼此的理解。其实他们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爱着这个家，爱着吴女士。密室里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温暖和感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到调解现场，吴女士和周先生还有话对彼此说。好，密室之后还是首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现在的想法吧。好好的相处吧，把小孩带大了。在离婚这件事情上不那么坚持了是吗？给一段时间吧，给彼此机会吧。好，周先生，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然后更加的完善，提升自己。可能以前我对他的一些关怀关心也好，还是一些做法的不理解也好，有些时候可能确实是我自身的没有意识到。其实他确实付出很多，在这里我表示，谢谢，辛苦了啊。好，给你们拟了一份协议，我们来看一下啊。协议第一条，男方承诺今后戒酒戒网络游戏，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子照顾孩子。第二，男方承诺今后积极努力工作，对家庭负责任有担当。第三，双方承诺反省各自的性格缺陷，互谅互让，遇事冷静沟通，相互包容。第四，双方承诺努力修复与双方家人之间的关系，共建和谐家庭。这四条内容，看看你们双方能接受吗？其实有个思路你们可以借鉴一下，就是当两个人一旦发生紧张的这种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当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心里面做一个切换，就虽然他现在很讨厌，但是把他切换成就现在他是一个可以去聆听和心疼的一个小女孩或者小男孩，那会让自己不会那么生气。你们现在回头看，我们今天做这么多的分析，其实都是在你们语言里面发现值得我们去聆听和心疼的这么一个形象，在你们身上都是有的。而且我们也说了，你们很多事情都是鸡毛蒜皮，那这样的话就更加说明，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吵架，但说到底其实我们还都是普通的，在某个问题上有点走不出来的。那我们切换一下，我先关心你的问题，我想对方会很容易被这么一种态度给软化下来。好，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啊。好，祝你们幸福。其实夫妻之间有些小矛盾很正常，只要我们将心疼放在生气之前，将理解放在反对之前，将爱放在一切之前，一定会少了许多争吵，多了许多幸福。